师傅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去道场。哎，咻咻！啊，道场？师傅啊，哪个地方不是道场呢？你既然知道处处是道场，为什么还在道场里骑着驴子不下来呢？嘿嘿嘿，安车。哎，有了！师傅啊，既然处处是道场，啊，那骑不骑驴，不都是修道吗？